小朋友早安，我是小爱。又进手老师早安。早安，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？Are you ready？ Yes, I am ready. Ready. 今天来学华语生字啊。我很久才会生日，很久很久。今天我生日哎、欸！好，我们先上课啊、哦！还有，我们今天要做正面语的小朋友。这个是老师的字。是，先写上日期先啊，写上日期。来教我们字啊，徐总，这是什么字来啊？老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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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谁是谁？那是你，老师，老师，是你们，是我们，还有，谢谢老师，老师，是你们呢。老师也叫做什么，你懂吗？老师也叫教师，老师也叫教师，哎，有位教导，教师，教师，教师，你们是教师吗？对，我是教师，我们都是教师，我们的老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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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师。这个老师啊，都是教师啊，我们的职业都是买来的教师。你们的衣服一样颜色的，是啊，是我看到你肚子那个楼梯那里。就是我们学校啊，有这个小木屋哦。哦，这个老师黑色那个字的。啊，老师也叫做教师啊。OK， 我们看还有什么诗？你们还想要有还有什么诗？老师，老师新生，师生，师生啊，对，师生是老师和学生叫师生。还有吗？师生。师生是老师和学生。好，这是什么？这人是什么？他是一名什么？魔术师。他是魔术师啊，还是魔术师？魔术师。魔术师掉了。哈哈。魔术师，等一下我就变魔术师。魔术师，魔术师。OK， 这是什么师？头发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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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理发师，理发师，理发师。理发师啊，对，理发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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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给你剪头发，你不可以动来动去哦，你看哈、啊，哦，剃光头了，
哦，就是理发师，理发师在给剪头发，也不可以睡着哦，着了就。我为什么很爱的头发？理发师，哎，这是理发师啊。OK， 我们看。OK， 我们来写写哦，这个字是诗啊，老师的诗，教师的诗。房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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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我们来写写，来举起你们的手，我们来写写这个字哦。这个字是老师，我们来写写。老师，这什么？老师。来，我们写写树，树。树，树。写。树，横，树，横，树，横折钩，横折钩，树，是老师的书。我们来写多少画？我们来算一下。耶，一，一，一，二。三四五六画，六画，这是六画，写下六画，这是六画，二三四六，是六画哦，写下六画。好，我们来看下一个是什么字啊？我们翻去另外一面哦。这个是，先写上日期先。好，我们先写上日期，写上日期。这个是什么字、啊？什么字？什么字？你不会？这个是，我们来看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，你写信，你要寄信，你要贴上这个邮票哦，这是邮票的邮来的、啊，邮票的邮，这个叫邮票 stamp 啊，来寄信你要。贴上这个、哦、在你的信封上贴上这个邮票哦，这个、邮票的邮，还有什么邮？你想想还有什么邮？邮票的邮，邮件。嗯，谁呀、啊？谁讲什么啊？啊，邮件。邮件。邮件 ，very good 啊、哦！你马上知道了哦。还有，这个是谁？松信阿姨家的是谁？邮箱。松信阿姨家的邮什么？你知道它叫什么吗？我知道。邮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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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邮。邮差。我知道是邮差呀。Postman 啊，邮差。邮差 ，Postman 啊，邮差。松信阿姨家的、哦、好，我们再看这个是什么呀？邮箱。邮箱，对哦，邮箱哦。邮箱。邮箱，邮箱。我家里没有这个罢了，我只是要开也罢了。那个也是叫邮箱啊、哦，还不同形状的啦、啊，都是叫邮箱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学写这个字哦。这个是邮哦，邮差的邮，邮箱的邮，邮票的邮。来，举起你们的手，我们来学写这个邮，写竖，竖，横折，横折，横，横，竖，竖。横，
这个哦比较长哦，横折折折哦，横折折折哦，横折折折哦，一次过写哦，有点像山啊。然后最后一个长长的树，树树树，来，我们来算多少笔画？来算呢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然后七，最后的七，邮差的邮是七换。七换，我猜的七。七。写上七。哎，七换，哎，这是邮差的邮，邮票的邮，邮箱的邮。那等下你们继续写哦，我们继续看。啊，老师给你复习一下你们学过的字，学了什么字？我们来看。这是什么字呀？邮差不是哦，这个是邮票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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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下我们再复习一下，错了哦。OK， 这个是什么呢？邮什么呢？邮差。不是哦，这个是邮。邮箱。邮箱，老师。哦，这个不是老师，这是教。教师。理发师。那是理发师，魔术师，打到这个不是你的，冲冲。邮差。OK， 这个我们改错了的，读错的，这是什么呀？邮什么？邮是。这是什么？邮什么？邮票。邮票，对，就是邮票。邮票。游戏。有什么？邮箱。对，邮箱。好，我们来看下一个字。OK， 这个啊、哦，看什么字出来哦？注意看啊、哦！魔术师，对的，魔术师。教师啊，变点点。有发师。发师。这是什么呀？
李法师，李法师，老师，法师啊，法师，走去哪里？理发师啊、哦，这是理发师，理发师，这边边，理发师，这个呢是叫什么？教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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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邮票，邮票，邮票，啊，对对，邮票。呆呆不是邮票，不是邮票，是邮差，这是邮差，邮差，哎，这个呢？邮箱，邮箱，邮票。票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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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票，对了 ，very good。嗯，现在给你们一个 box。你的梦。是叫名字。哎呀，是叫名字，你们点到吗？我要是看了耶，六级哦，只可以选六个小朋友们哦。给郑伟，你选一个。郑伟。一号。郑伟要一号。这个是什么来的呀？邮什么 ？U K 邮。送信来你家了，送信来你家了，邮什么？邮。邮。中心阿姨邮差是邮差吗？邮差邮差啊 ，A B C D 哪个是邮差 ？C 是邮差哈。给下一个啊，伊登，选一个号码，伊登。二，我要二。二号。这是什么来的呀？徐阿姨。教师。一二三四五六。这是教师啊、哦，哪个是教师 ？A B C D。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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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。对了 ，D。OK。B B B。要验屏啊！你要吗？妈妈。嗯。六。六号。老师是 B， 魔术师啊 ，B， very good， OK， 阿 Cream， 魔术师，那就记得，阿 Cream， choose one， 哎 ，what， five， OK， bubble。Lima Shu Li Li Fasu and Li Fasu, correct. Which one Li Fasu? A B C D Li Fasu Li Fasu Which one Li Fasu? C Li Fasu Hey Penny, 选一个四号，四号，那是什么呀？邮票，不是邮票，一个箱子来的，叫什么？翻新进去的。是邮什么？邮箱，哪个是邮箱 ？A B C D。六七八九。A B C D 哪个是邮箱？九。B 对了。二十二，一二二三，二十二。OK， 阿比哥，来。三。三号。哦，请出我送喽。这是什么呀？有。星星啊，那个星啊。
你要贴上去的。邮票，邮票。看到邮了吗？邮票，哪个是票？哪个是邮票？邮票。B， 对，邮票啊、哦、，B 是邮票。邮票。OK， 好了。六三一零。好，小朋友，今天我们课上到这里啊、哦，你们的功课等下你们继续做啊、哦，我们要讲再见了。拜拜，谢谢老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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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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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